是我们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的下篇、哦、我们连玩三次、啊、跟大家分享那到底好不好玩，开始吧，看吧。我花花群岛大家很好玩哦，走，哥哥现在把那个换成那个药吸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没人了。不是，你们也可以啊。对，可是我哦，库巴来了，库巴来了，啾啾，好大只哦！只要有这些，聚集起来吧，惊奇的力量。本大爷要用这股力量创造出超巨大的惊奇，掌管整个世界。走吧，走吧。他竟然做出这么可怕的事，这是。哦，他靠近他，哎，哦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喂、欸，啊，乌云吞石花被吸走了。Yes。我们、欸、招式吗？新招式吗？哦，我们过关的时候。刚才是卓越种子的力量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拜托，请和我一起去找卓越种子吧。会保护花王国的一种特别的宝物，用它的力量来吞食乌云吞食花，只要移除乌云吞食花就可以抵达到库巴那里了。库巴，他说往哪里啊？啊，谁知道？你可以想出发，我就一直按，一直按。哦，好吧，按照字句啊，按照那个字箭头走。嗯，打战争七周年。这里。OK 的。进入。谁的家啊？怎么说？我姓王，乌尔赫斯。哦，有点像小剧场又来了。都怪那家伙害鱼都跑掉了，真可怜，竟然枯萎成这样。只要我们有办法收拾库巴就可以了，真的吗？哦，我的头啊，这个是惊奇种子已经掉的哦，按吧。请自便。哎，那个声音很搞笑。很搞笑啊。请自便。哦，王的，是什么？王哥 ，Go to sir。是。种子，出发！好、哦，这不是一个办法，都上往上走。出发！你要走左边一边。先打这边。好，先打这边 ，OK， 走，出发。Here we go！ 宝宝，你要飞还是等钱？等一声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选一个啦。啊，等，还是你要那个？好，出发。我会快跑到水里面嘞！我有，水中的布，快！哥哥，你看我真的有哎，大象！哥哥，谁要大象？谁要大象？不用花，谁？还有，我要大象。你去！哎，我会吃大象吗？不行，不行，那你吐出来，这边妹妹吃跳，哎，你去拿。我自己可以生出来。哦，哎，我是没办法变大象。为什么你可以骑着它？变大象？我也想骑着你，我也想骑着你。咦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好嘞。啊，不能打它。谢谢哥哥骑我。王德很多骑我了。王德，你不准骑。我可是宝贝。哎，下面这个。你不要乱骑呀，走吧。他吃掉。快走！你怎么骑我了？哎，等我一下啊。那我就是妥妥的工具人啊，老弟。哎，小心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哦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哥哥。轰！我冲呀！冲呀！哦哟！哎，他那个真不行。你给我过来！哎，是不是这里？怎么吸我？你别走，不想吐我。真的假的？我想什么招式？快来！可以坐着，快点走啦！还在那吵呢。我在等你们。可以吐舌头，搞点吃掉它。怎么还可以吐舌头？好厉害哦！快点！哇！这是什么招式？快跑！好了，麦哥。哎呀，好了。哇、哦，好吃，好吃！走啦，还这边好吃。我快没有气了。为什么？有鱼。什么？好恐怖哦！不要！哎呀，哎耶！
那啥？有人大象吗？哇！你先烧纸，你先烧着。你这个大象吧，是呀是呀。你看我怎么随时随刻都坐着它。我们总是服务。我就是你的工具人了。我就还在海流。对，小心。这个我最喜欢在海洋。主打的就是一个海洋。灭火焰。要我帮你吐一下吧。哒哒哒哒哒。来不及了啦，还是来不及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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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大飞鱼，我要做啊！我先死掉了，对。喂，我也要做。妹妹，你就不要下去，你就洗我啊，要吗？饿吧！快点快点，你去救哥哥！我受不了，干嘛？干啥？好大只哦！靠近一点，哥哥，靠近一点！你跑到旁边去了，快点，哥哥。怎么做？你跳上去就好，跳上去。谢谢，哥哥，我家做的，快跑啊！谢谢啊，我家爱家，我可以割响哎！啊，小心啊，这大鸡！太恐怖了，我都吃不到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要等他，等他来，我们再那个？我跟我家不要动嘛！哦，快呀，陈建章，快游！哥，其实我当你当我的坐骑也是有好处的。哎，不要！我被连续暴击了。哎呀，快跑啊！等一下，我会死，我会死，我被你们弄死了。因为那个鱼啊，我看这个，我看这个，看这，看这个。等他来，等他来，妹妹来。等他来，等他来，我要去过去。好油啊！我要做啊！你不帮不给我啊！来啦！全吃哎！哎呀，我要全吃，给我做！全吃全吃！你要给我做，听到没？谁还没死？谁没死？谁没死？我问你死哦！我死啦！我嘞？我要做啦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大象大象大象，好吧，我要做的。对啊，哥哥你坐过来一点，哥哥你坐过来一点，你不见了，你不见了。你吃火焰花当龙骑士，来，我们上去了。你跑上去，对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没事啦，你当我的坐骑也有好处，我可以帮你吐吐。这好可爱哦！一起上去，很好玩呢。哎，你又胖住了，哎，给我坐下啦！鱼，给我坐下啦！而且打不死他哦。应该过去才对哦，应该过去哦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等一下，阿嘉来了，那个可以打他，走走走，这里可以打就好解决啦。对啊，我坐在上面就好解决啦。啊，我被吹飞了。哥哥好玩吗？哎，这个过了，我错了错了，我们往这边走，走走走，哥哥走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你不要再爬了，你要去哪里躲起来啊？哎，那个大象好可爱哦，它可以把马里奥做成这样，蛮可爱的哦。对啊，你的鼻子都快爆出来了，哎，妈妈都跑走了，你还在，嘻嘻，哎哎来，我插进去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好可爱，哎。等一下哦，请你。你看我当你的小机器，你当我的小机器。过关了，快点来！你变得有用了，这小机器。好，它跳上去了。小机器。我是可以在空中缓速一下，就是按一下这样。看见小机器。我可以跳上去，然后一直按这个，我可以在空中缓速。你说这样按跳？对对，你看，我可以在空中缓速。你看，你看，还在空中。哎，我们拿到了，我们拿到了那个种子。震的一声跳出来，它的震一声就是那个鱼吃的那个，你的鼻子要
然后变成彩虹。噔的一声就是跳出来那个雨，有没有？好，隔壁那关，隔壁那关。姐姐小贝贝，不可以出声音。什么？海豚踢。啊，我想坐你身上。难度一，他不可以。对哦，难度一好。哎，有新的那个哎，海豚啊、哦，那个会这样，会这样。哎，水中啊，就能快速游一阵子，可以指挥岸啊。OK。有吗？有吗？这是我们有徽章了吗？有啊。那、啊、怎么用？哎，这个妹妹给你。我怎么做不上？等一下 ，X。哦，哎，马上这样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用？我、哦、现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这样？怎么用，哥哥？哥哥，我也可以。在游的时候，你按这个自摇音就可以。啊？你看我也可以。哪一个？按哪一个？再这样子。哦、你在游就可以这样。嗯。然后就可以动。哦。对。这还不要写标？哎、欸。喂！妹妹，快点，走。哇！夹扁哦！等他一下，冲进去耶！冲啊冲耶！冲啊冲啊！要用力，有眼要用力！哎，他好像真的好像，哎，停停停，好像海豚哦！呜！夹扁扁，夹扁扁，夹扁扁！主打的就是一个极限操作。这好厉害啊！好难啊！不会啊，这个很简单，我抽错了。哥哥，其实这段不用我坐在你身上，我终于可以减肥了。我们可以走很快，因为我们是海豚，有没有？像一个海草那种。哇，好快哦！哎、欸，那只那只哎。哎、欸，你们等等我啊，去哪里？啊。这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要下下下的。我可以推这个。看我灵活度。好可爱哦，差很多哎，灵活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们两个。喂，快点。我被你哦、oh, ，sorry。对，杂耍表演。噔抓一下脸，好走。那、欸、真的是鱼耶！我跑不到。他那脚就像鱼一样这样摆动。主打就是一个极限操作。这怎么用？棍子。喂喂，想坐你身上。你是蛇头，是蛇头看。你可以是蛇头吗？你说这个，我跑走了。啊，哥哥，我也想坐你身上。我们上去了，我们上去了。爸爸，我也想坐哥哥身上。好，那我下来了。你怎么坐？跳上去啊。怎么坐？跳上去。你跳哥哥那边，跳。跳。不是跳。你在受伤。好，去。亚飞，这怎么会有亚飞的声音？为什么会有亚飞的声音？游得好。耶、yeah, ，游得好！会有压井的声音。哎、欸，喂，我这姿势怎样？好笑、哦，真的蛮……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真的是我们从昨天晚上、今天早上、今天晚上，我们玩了三次，都觉得它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真的是惊奇啊！惊奇马里奥。Good。上面喽，马里奥，我变成奇诺好啊！你收到刚刚要换上去吗？奇诺换下，换下，换下。我是奇诺火焰。哎、欸，是我。那我们就出发、啊。爸爸，我是奇诺火焰。走，出发，出发。奇诺火焰。OK， 这花花世界。对啊。你家在做？好啊，好玩哦。几颗星？Here we go！ 两颗星，掠夺鸟的海岸洞窟。嗯，猪妈，哎，我是大象哎。亚飞，我要坐在上面。你觉得我坐在你上面好玩吗？哎呀，游泳好可爱哦！有龟壳，等一下，有龟壳，老六，喂，老六。对，你自己打自己。让我自己游游看。喂 ，OC， 你一直丢我在下面，我要去拉你。这一只，怎么这一只？那龟壳是不是有用？啊！不行，那龟壳很危险，它会死。哎，对，
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快走了，走了。我要拿龟壳。你怎么走？哎呦！啊！别不要死！你要砸完你自己了。哦，等你，等你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说不定那颗龟壳有用。好，我已经是你的龟壳了，拿去用，说不定有用。我已经是你的龟壳啦。好危险哦！你就你吃掉它就好了。你怎么可以吃掉它？你肚子有这么大？是卡比吗？有黑洞吗？哇！老哥，我帮你打它。哦哦！自助餐时间，自助餐。可恶！好恐怖哦！算什么？偷跑！自助餐。哇，你还可以吃人家哎！哎，这个游泳要游小心一点哦。那我现在自己游游看，哥哥现在我自己。哇，我去哪？救救我 ！Thank you。哥哥，这个给我那个。为什么你可以进去？啊，本来就可以。那个海豚呢？海豚什么味道？很香，就是很咸的味道。哎，你这个长舌头，我可以把你吃掉。好痛，很好吃呢，怎么会好吃？哎，我吃不掉它。对，你从哪里吃？有四郎呀！哇，你直接用火焰把它攻击它不就好了吗？妈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东东怎么东东啊？你在用什么呢？哦哟哟 ，AI 做王者吗？不是，不用。我要哥哥收集一下，对，我去吃啊，我必须要下去，放他，等我一下，我等下会再睡着，我不睡着，哥哥爸爸你看我会睡着，对吗？你看，睡着，走，你在睡觉，你是蹲下啦，每个人都在蹲下睡觉。可是我的表情很像在睡觉。阿美，你快点，用油快点，油快点。自助餐，你去碰那干嘛？我想打他。等等我。喂。啊！哦，哥哥那边，哥哥那边。我先帮你开好路了。哎，我们错过两个大厅了。自助餐。哎呦呀！我有灵魂，碰一下我。是谁？自助餐。可恶 ，OC。哎呀，我死了！你怎么死？快点来碰我啊！你要打他吧，你要打他，打他是硬的，你的舌头，我自助餐吃不了，他是硬的，你就直接碰他。我射他。旁边你来下来了。啊，我好怕。好像有一条道路。对，走。哎呀，等等我啊！来不及了。自助餐，我不敢下去。这里，打他，打那只鸟，不过来。我现在一条虫，为什么不能动？因为他可能刚好我们过来，我们去救你。那你过来碰我。谁呢？啊，哥哥，我想坐你身上。哎，快点快点！我要死了，哥哥！哎，我会飞。哎，你没有救他。啊啥？快点走，先过关。拜拜，游戏。过关过关。炸死了。OK， 我就这样子了。哎，我可以飞耶！可以飞啊！哥哥，我就这样子。哎，还不错哎，可以飞。哥哥，你看我就这样子。拜拜，游戏。这是第几关？不知道。第一还二。哦。第三的了，第三关哦。因为那个不算了，旁边那个雷达。啊，那雷达是往路上那边吗？啊，那边没有，那我们去前面，先往左边。才过一大吃一惊，什么意思？换另外一个徽章。左边。哎，你们去哪啦？大吃一惊。我要走啦。你买过大吃一惊的商品吗？哦，买过了，这个吧哈。买一下花花吧。哪一个？买一下那个命啊，那个命。哪个？这个吗？对，买一下命。以为不时之需。好，要不再买一个？啊，我们有差多，啊這個、买一下那个花。这个吗？嗯，说不定有用途。看，再一次。哎呀，你不要再浪费钱了。好，再来哦。真是的，钱跟命哦，这么多重要。哦。
是什么？吹着吹剑往上爬。吹剑仔。吹剑仔的那个巢穴，我们的那个徽章是不是要换了？不用了。哎，这个好像没有死。哎，怎么就一下就死了？瓦特。不是，还有那个剑。我们一下就死掉了。换徽章，上面。对，帽子好了。对，帽子。帽子像是。一下就死了，超危险的。太残暴了。妈妈，看，你先不要过去。先等他射箭。阿妹，你来。我等下。对，然后穿捏。走，跳起来，阿妹跳。等妹妹。哇，好死了！蜘蛛餐，你可以吃到我不行哎！不是敢搞我，直接蜘蛛餐。哦，是，哥哥你啊！这个是什么技能呢？你打，那吹气球，这是吹气球技能。哪来的吹气球技能？他吃到东西啊！你要不要给我吹一下？啊，那应该就是那个泡泡玛丽哦。你吹他泡泡。我知道那么剑没事哎。有。快点，妹妹。我不见了。妹妹，这里借一下，下往下。哥。快点走。过来。继续。打他。你载着我啊！你在想什么？我不能碰。爸爸，你这么强用啊？可是哦，要这个花。谁来吃花？不是我来，我来。你用那个花。借我过。啊！我打到你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不做我？他吹剑。阿妹。我不会的，傻子。阿妹，等他。等他吹剑，哎呦，走。我不会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过。我在上面跳。我好像不会收到那个剑的。哎呀，你们等我，我可以直接自助餐。我拿。这关简单。好好吃。过来，你要去哪里？走了。我爬不上去，你们。那个是花花。辛苦爸爸，快来救鬼妹！啊！等我一下啊！我在这里。金水管，快点上去啊！是什么秘密吗？会有无敌星星吗？他说快一点。我要欢迎你。泡泡。我是没吃的。哎呦呀！咚咚，怎么上去啊？就这样子啊。哎，我死。我们去玩。耗飞了。啊不要！我死了。你们跳不起来。你们打我。去吃那个花，好吃吗？哎呦。你可以跑步哎，你那么厉害！我就说我可以飞啊。等一下。把你吃掉。不是，我们要一起走。你在泡泡。泡泡是干嘛？不是，我们还是要靠它。靠食物竟然没办法吃它。泡泡是拿来干嘛的？你滚哥。泡泡是拿来干嘛？你滚哥，我们要合作一点，你不要自己跑。我们等他弄好，这样子就死了嘞。我要跑去。不，你一直把他干掉，这个不是。对，我不能把他干掉。你先下来。我下不来。不是，哥哥，你先下来，一起上去。我们等他。我就这样子播树，我不要一直往前。我说不要一直往前。哇！我会上来的。上去了。我在上面。哇！我要死了。我飞上来。
停不停，这不能停，这里。跳，跳，跳。哥哥，我想坐着。现在问题是说，我们要一起，要不要一个人在上面，一个人在下？我们先一起在下面。好，来上去。我妹嘞。先上去。我死了吗？上去。先上去，再之后再说。啊，我死了。因为那个会，那个镜头会。啊，我死了。镜头会被带。好，我先躲在这，我先躲在这。不行啊！不行了，不行。起来不是重点是我啊，我好可怕，完了完了，我要死了，你要吃它，我要死了，我等你们啦，我现在没办法，我在等你们，你帮我玩，好，帮你玩，是谁是谁哪里是谁，我飞呀，好帅啊！好，等一下。Yes sir， 快来快来！我也来了，来上来。还是好用跳的啦。啊，我是可以这样飞的。上来，跟妹妹上来。一二。这也是有点，有点小难度哎。还是蓝上去上去上去了。哎，看有人的圣光哎。他不知道干嘛的。过关过关。哎，你们都怎么都这样胖胖？啊不要！不要！先过关再说。我死了！耶！看我一个，怪就我一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你看我。这一关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也不简单。我是青奥比差。踩着吹剑往上爬。贴山口。哦，加油！他应该那个会有路哦，他的路嘞，有上去了哦。这里这里，我们有五个，有，我们有七个，我们有七个对。送给你小花花，我把他赶走。赶走 ，Let's go， 前往第二个什么 ？W two 的朵朵高山，走。走啊！啊，是朵朵，小魔王哎，这座山，这座山的主，对，什么叫库巴爪？库巴 J 啊 ，Junior， 对，按下，按下哦。你呢？库巴 Junior， 这应该是 J， 谁是 Junior？ 这应该就是哇 ，Junior， 哇，很远哎，太远。好，我们玩最后的一关到两关，三关没有，要看我们能不能打那么厉害啊，走。我有点怕了，按下二号按，有点怕怕。你这因为这个要很上去才有机会。为什么我在第一个？你们都跑了，这好玩多。你们都跑了。小屋，朵朵高山山脚下的小屋。啊 ，Musky。哦，这什么？哦，刚刚好冷哦。欢迎你，王子殿下，山顶可是很舒服的，拜托啦。惊喜种子给你吗？太可怜了，这一定是库巴 JR 造成的。走 ，Junior， 拜托你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喜欢种子。耶、yeah, ，出发。我好像不会收到野怪的伤害。对啊，我就是一直维持这个形状。应该左边。是雷达。哎、欸，阿妹你快来，左边。哎，下面先打下面那个。Here we go， 冰块滑滑，煮小子三哎、欸、三颗星哦。好有游泳，哎、欸，不用，我们就应该是要对啊。哎呦，这个，我有泡泡花。我有泡泡花，谁要泡泡花我给他。谁要泡泡花？上去！谁要洗我？哎，阿俊，你。哎呦，你要洗你。快点！你干嘛？泡泡，哎呦，哦，有三个。泡泡是拿来干嘛的？哎，你变魔人。泡泡是拿来干嘛的？是，打他，冰块。哥哥，我帮你打，你吃野怪。速度很快哦。你吃野怪，我帮你打。这个。亮起来，我喜欢你，baby。哎呦呀！
Yes sir。为什么会拿枪 ？Yes sir。打他打他。发火焰啊！哈。射射射！哎。走啊！我碰不到他。好吧，走吧。没有，打那个干？谁让你的火焰？那个是要龟壳吧？不行不行，龟壳龟壳，走吧。你竟然可以飞。那上面的打得到吗？哎呦！啊！打他！哎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不要打他！哎，我没了。对。还有什么技能吗？啊！这个哥哥。哦，是吃的。嘿嘿嘿嘿嘿！哎呀！哎呦！哇，被夹扁！啊！我要没技能。要跳，要跳！我只被他搞忘了。我要去了，哎呀，哎。快走，快走！啊！被他压死了。啊！救我！待在这里就安全了，快点过来，待在这里就安全了。跳跳，慢慢跳。哎呦！慢慢跳，冲过来。我被拉过来了啊！躲在这里，躲在这里。哎，我们小声一点，我们小声一点。跳跳跳跳！躲在这里，躲在这里，躲在这里，不是躲在这里。你不用跳，我在你，我在你。哎，对。啊，对对对。走。你可以在我，要不然我在你。对他，哥哥在你。跳，走走走走走。嗯，怕怕。我怕怕。哇！哎呦，我死了。哎。要死。来来，这里就安全了。快点下来，哥妹。我下不来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要过来，你要过来。喂喂，我被打死。啊！都被妹妹带走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就跟着我就好，我带着你。你跟着他，你跟着他，对对对。不然会被你打倒。来。我跳不过来。来，那送你一把火焰吗？地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好玩哦。好的。不是，我们是冰块的问题。火焰，火焰，火焰！这个火焰要有，多拿一点火焰，所以我们不要死太快。走了，走了，快点打一下冰块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哎呦，又死掉了。怎样？你飞呀！我求你，你飞吧，飞吧。交给我。Yes sir。哎呀，我要这个。是谁？是谁？二三二三，嘿，你不要火焰。为什么你可以蹲下？你这个打击的劲，冲呀冲呀！一直射射射射。泡泡是拿来干嘛的？啊，泡泡是杀人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刚有个龟壳被你们打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就算了。哎，还是你要，哎，妹妹，你用那个火焰呢？火焰打不到。火焰太低了，泡泡才泡泡也不可以，泡泡也太老。可是我可以帮你打冰块。哇！你变小子。先躲一下。我说可以帮你打冰块的干嘛？先躲这里。打冰块呢？先躲这里。干嘛呢？冰块。看能不能去别的地方。哦哦哦！哇！什么意思？太坏了吧！一开始就这么狠了吗？放很快，好吃。为什么我放不了？哎，哥哥，妹妹走。哎，骑我，骑我。妹妹走，这要跳哦，小要跳，小心。再来一次啊！我想怎么上去？这花很烦。重点是我上不去啊。我们是要靠这些冰块。因为我们上不去。镜头带过来，镜头带过来，镜头带过来，你在干嘛？好走。你上得去吗？我上不去。对啊。我脚还……哎，你看那边有个大金币，你跳过它了。可是我重点是我们上不去啊。刚刚那边有个我们可以吃的大金币。走。阿妹，你给哥哥踩上去。不要，我想自己玩。好，哎呦，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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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自己玩就是这种下场。踩一下，哎，啊，那就拜拜。
有没有给那个妹妹妹妹跳妹妹跳？好，那我们就走，先走。天气啦，快点啦，啥？好好玩啊，快起。啊！起床！妈妈可以把我抱着。喂喂！我竟然可以飞飞。起床哎！我要下来。哎呦呀！我要下来，为什么我下不来？我好想你呀！这里这里。啊！你看我要你的钱。那我先走先走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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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求求我。阿妹。我要痛啊！扎死了。没有碰到他。喂，打击。然后蹲下来，啊！蹲下来溜滑梯。哥哥，等一下到那个溜滑梯的时候，是前面的路可以下去。哎，可是他啊，不行，他有他冰块，他冰块，可以吧？哥哥，等一下到溜滑梯，去哪？去哪里？那会死，那个有那个啊，你忘记了？我可以徒手过去。好，我们等。妹妹，你先下来。我不行，因为我要制止你。那你先下来吧。可是我叫他怎么上去？对啊，我教你。要下来，我可以免疫这个伤害。啊，可以。啊，我飞！哎，不行、啊。哎，那个冰块、欸，可恶。阿妹上来。哎，我不会上去。阿妹跳。我不会上去。哎，先火焰花，先火焰花。没有哪里火焰花。我就说不要。再妹妹，快点上来。上来！我们用火焰花。啊！用火焰花要干嘛？要干嘛？用火焰花去燃烧那个冰。不行，不行！你死，你死！上来了！上来了！真的吗？真的上来了！但那边有那个大金币呢。那个没关系，那算了，算了。没关系啊。算了，不要坚持了。你要想办法。不是你一直坚持往后。不是你要看攻略，我们这没有办法乱走。因为我们会卡在那边卡很久、喔。哈哈，都没人抱我。妹妹，我怎么上去？哥哥，你怎么没抱我？妹妹，马帆走太快了。有海金宝。哎，那有一个那个冲出去。那什么东西？不差点就错过了。你在那个、啊？哎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妹。好的好的，我不会跳啊。真的我下。哦，有了。转。哦。跳。小熊老师。跳。阿妹，你回来啊！你要去哪里？这谁呀、啊，老兄？雪球啊，是不是？谁要保护我？哎，怎么这样？我们鞋子掉了。哇，这好笑哦！你里面有只力宝宝。快，阿妹！哎呀！啊！阿妹 ，biu biu biu！ 快跑，快！冰块，你要来这边。啊啊啊！来这边，冰块，冰块姐，雪人来了，雪人，雪人。我要走了，这里啦，你要去哪里？等一下，我要下去了。种子碰到了，耶！你看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好好笑哦！你怎么上去？我好，再等一下，我试试看那个。嘿呀！耶！我靠那个飞，最高点。耶，过关！我靠那个飞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玩最后一关了哦，因为差不多时间了。我们错过一个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最后一关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下次再见了哦。分享给大家，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。来走。啊，那是那个种子。哎，不要，走。这个这是什么？竹小子什么东西？应该是新竹这个小子。千发哦，不是新的徽章。休息。哎，你走的千发。哎，这个看一下。怎么样啊？你怎么样啊？
啊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拿到了。我拿到了。哦，欧文那么厉害。那个洞里面突然出现了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啊，选一关吧。那个人要干嘛？不知道。真是的，什么意思？请看那里。哦，不能上去了。那他们是在爬山。好吧，那我们先看这里小关，这里。真是蛇虫，他说蛇虫。啊，雪山登山步道。加油。还是魔幻。嘎嘎，我不会玩。哎、欸，好好吃哦，蜘蛛山哎！你吃谁？那个蛇啊！真假的？它几率有变强。上面等你的成功，可恶，没等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看不到？哎呀！原来是蛇虾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谁在跟我抢？星星，冲呀冲呀！冲啊！我死了。哥哥都不理我们，直接冲啊冲啊！走，打下！先吃这两个，过来过来。没有信心。先走先走，你可以给你妹妹跳，对。我好大，我要载得下你。好大只哦！我还可以飞，要笑你，下来了。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你害死我！我的屁股！赶快下来，赶快下来！发生什么事、啊？我的屁屁！快打开它，打开它，打开！灰灰！哎！踩死它！我叫你抱我！好重，你们很重！快点快点，等哥等妹妹！哦，你直接吃哎！我好吃哦！好可爱！你们是把我当工具啊？你不是工具，你是坐骑。坐骑。这个蛇好脆弱，很容易就吃掉了。哇、哦，好快啊！它速度好快哎！哎、欸，打开这个大象块，快打开！打不开！快说！好肥哦！下来！我可以帮你打架，你还那边说？我们要看那虫虫把那个门。好、哦，等那虫虫来。哎、欸，让他走，让他走。我就喜欢抱你。哎，有虫哎！有人把它用死了。那我们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哎，不对啊！你要走了，走了，要走了。他，他去了，他去了。吃开了，吃开了。哇，我也死掉了。没用啊！你要吃？喂，这什么意思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要被埋起来了！喂，阿明，快点打打打！我可以靠我的那个去开门。啊，我变小了。我打房子。哎，打房子。哎，你们跑到上面干嘛？我要尿布。哎，我死了。逼的。哇，好冷哦。肥宅。快点。肥宅快乐水。快点走。我会差点死掉。快点走！阿坤呢？哦，你已经拿到。我踩着那东西上去了。阿我呢？我在下面，你要下来。哎，没有谁。因为我会卡死的。哎呦！快点来走。走了走了。超大的，好大只哦。来了来了，哎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我下不来，我要去跳跳跳，可恶，太慢了，好大只哦，哦，就是那边压我，好好笑，好笑，好，我分享给大家，这是那个夏天，就是我们上中下来做一个体验给大家分享。好，已经失控了，是超级马里奥兄弟的惊奇。那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